这个早晨呢，在我们再次的去看到这个关于神国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来一起祷告。我们要记得那些，虽然我们非常开心，我们的限制这些已经放宽了，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可是我们也要纪念那些生病的、那些不舒服的这些人。政府说呢，如果你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你就十二个礼星期呢，你就不会变成这个亲密接触者。然后呢，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就去故意得这个肺炎，而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分。可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有人呢，他们呢被联系到是亲密接触者，然后他们就在家隔离，然后在网上去看。我们也有人呢，他们呢在家里，所以我们要一起纪念他们在祷告当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去呼召你，感谢你给予我们这个喜乐。然后呢，我们呢在印度呢有新的这个事工，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个你的仆人被前来去做您的工作，我们非常的感恩。感恩呢，你在这一个田里面呢去差遣了你的这个工人。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感恩呢 ，Steve 呢，他们有了这个新的教会，然后呢，我们呢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以爱去支持他们。我们也非常需要去纪念这些因为疫情被影响的，不管他们是在隔离的，还是他们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的。我们呢向你祷告，求他们呢可以呢快快的痊愈，也希望你可以来安慰我们的心，帮助我们
去面对，不是带着一颗惧怕的心，而是带着一颗信心。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这个早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话语，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呢要看这个关于神国，弥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关于神国，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后呢，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是否我们会进入到神的国？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因为这最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成功，我们有失败，有高潮，有低谷，有很多，也可以有很少。可是最后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每个星期我去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每个星期我看到这里面的人，他们都告诉我说，这个养老院呢是非常好的，可是呢，他们还告诉我说，这就好像一个等候区一样，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呢？等死。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观点。我们去到这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带很多喜乐来到他们当中，尽管我的声音如此，我们也尝试我现在也要用麦克风，之前我不需要，可是现在我要用麦克风。所以我就与他们分享福音，分享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个信心。因为到最后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被肯定，再一次不断的被肯定。尽管尤其是你非常靠近的时候，有些是很快的，有些是很慢的。不管你的时间点在哪里的，我们最终有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是好的，当我们去看到关于神的国的这个议题，这个话题，我们这开始呢是从主耶稣基督这里而来的，他去邀请别人来进入这个神的国。这是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呢？没有很大的改变，因为马太福音他用了一部分来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他用了以赛亚这里的就写了，他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里所说到的，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因为这里呢，为什么有这个黑暗呢？
因为呢，这世上有很多这些邪恶的人，有这些战争，有很多的抑郁。我们读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你就在这个黑暗里面。然后我们也读到呢，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呢，就是说到了主耶稣基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这个世界被描述为是一个黑暗的这个世界，然后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当中，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那道光，他所带来的信息。我们在十七节这里可以看到，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话语，告诉我们知道天国近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的，就是在英文呢是说到天国就在手上了，然后呢它的意思就是这里翻译的天国近了，它不是遥远的，它不是遥不可及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当中，告诉我们说呢，天国近了。那你如何进入到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邀请别人去对这个福音做出这个回应，然后去悔改，然后带着信心去看到这个神的国，看到这个天国，然后还给了我们的这个入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门徒，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是主耶稣基督，他也开始呢去教导这些门徒，去指示他们，呼召他们。我们现在翻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同样的信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也是说到的，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个福音后面呢，是说到的是神的权柄。那这是真的吗？他们不只是尝到了神的话语，也尝到了神的权柄，神赐给他们的权柄。哦，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名字。第一个叫西门彼得。那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他们说了什么呢？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一样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任务，这个任务是非常统一的，叫他们不要被影响去别的地方。他们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不要去到外面，而是去到这个迷失的羔羊这里，去自己的人这里，去到这个犹太人这里。你的第一个任务，你不要去尝试别的，不要去到外邦人那里，先从自己的人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有这个技能，你缺少经验，缺少智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身为一名老师，他教导他们去如何的尝试去分享福音。同样的信息，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所以这是一个短途，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要非常的专注。你去这里，你就要专注这个信息。这就是他们要有的这个信息。说到神国近了，我们现在再次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从十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呢，不是停止在这十二个人，还有其他人，这其他人也会参与在其中。我们来看，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我们有那十二个门徒，现在我们有七十个其他的这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路加呢，他捕捉到了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服侍的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这个庄稼，告诉他们天国近了。那我们呢可以也看到呢，这里关于神国的这个任务，这个使命，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比喻为呢，这个收这个庄稼，这是他用的一个比喻，一个意象。为什么要去差遣这么多人呢？因为有这个需要。而这里的挑战就是你要看到这个需要。当我们的边境呢是关上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农业被影响很深，因为我们呢靠着这些背包客来收割。可是突然间呢，我们减少了20%的这个劳工力，有很多很多的水果，这些没有人去收割，因为我们没有不够工人。所以很多庄园呢，他们都要关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个足够的劳工。那政府做的是什么？就是呢，他们去到了这个岛上去把这些工人带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了。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挑战，因为我们就只是需要去到这个超级市场就可以买到。他们那时候是不够劳工的，在这个庄稼上。那会发生什么呢？那就非常浪费了这些果实。这里有一个庄稼，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这个福音，这里有这个需要，需要更多的人被差遣去训练，去知道如何的去收割。我们今天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够劳工。我们每次以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呢？如果我们没有呢？你只有一些时间，你要感到紧急，你要做。没有工人，这个庄稼就失败了。现在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来解释关于这个庄稼。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路加福音，可是现在呢，我们先翻去约翰福音。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和这十二个门徒所说的，当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去买。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呢就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们不明白。门徒有没有感到紧急呢？没有。他们紧急的是什么？他们问主耶稣他吃了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紧急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敬拜过后吃什么？是不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看撒玛利亚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呢他说他有他的食物，所以他就与他在三十四节这里就说到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些收割的和撒种的，他们都是一同快乐的，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果实呢，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举目观看，我们是否看到这个收了的庄稼，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需求。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呢有一个紧急。他看到这个人，然后呢，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
食物。他们想到的是食物，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他要他们明白的是什么，要他们看到这个庄稼。然后这是其中是有喜乐的，有些会收割，有些会撒种。现在我们翻回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给的这个忠告。他说第二节，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其中一个我们必须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什么呢？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爱的人祷告，为那些生病人祷告，祷告成功，祷告祝福，只是这样而已嘛？为我们家人的祷，为儿子的祷告，就这样而已嘛？我们能否看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看到这些这些有危险的这些灵魂成熟了，你不去收割就浪费了。所以我们要祷告，希望有别人，有更多的工人。我们在这个印度的北边有一个，然后有几个在南边。我们真正认识的是他们，在伯大尼堂有 一整组的人，在博斯有一个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可是最重要的，第一，我们是否可以看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让那个信息变得更加的紧急，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带到其他人的身上，其他人的生命当中。然后这里呢，第三节，你们去吧，不只是七十个人而已，七十个人是不够的。要几个呢？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个背包客来去收割？我们有200,000的背包客，在澳洲是有很多很多的。那当边界关闭的时候呢，我们就只剩下了15%的背包客。所以你看他们撒种的这些，等到收割的时候却不够工人去收割，很多东西就因此浪费了。这是我们要感到的这个危机感。你在这路上的时候，你也要祷告神可以差遣更多的工人。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会有挑战，你们需要预备自己，不要以为呢你开口大家就会接受你，大家都会为你感到有去友善，不是这样子的。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然后这里第五节，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So they will be there, and there will be people. 就是他们会在那里呢，会有这些人，在这个城市。Actually, they are called sons of peace. 他们是这个平安的人。Take a look. Remain in the place.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你们要住在那的工价是应当的，吃喝他们所供给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所以这不是你从这家搬到那家，是要相信呢，神会供应，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呢，如果你没有带这些自己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啊、生活，而是你要相信这个平安之子会与你同在。当 Steve 呢，他去到印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送到他去到那里就祝福他，就这样祝他好运，而是我们给他支持，我们给他这个关爱。我们要练习成为这个平安的人，平安之子。那我们和伯大尼堂呢有一个联名户口，那这个联名户口呢里面的这些资金呢，是去支持这些会传福音的人，这就是我们所练习的。我们感恩我们有这个平安之子，可以呢，神可以给他们这个平安。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呢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从这家去到那家，去靠这些每一家的人。第九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去关爱他们。最重要的，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和这十二个人门徒和这七十人说的话都是一样的，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是说到呢，你看洗手，你尽力了，你尽力去帮助了，尽力去关爱了。尽力去帮助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回应，他们去拒绝你所说的话，拒绝这个信息福音的话，如果他们拒绝，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尽力了。可是在犹太人他们的方式就是说到呢，你们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应当着你们擦去。这里是说到他做了他的本分了，你有这个机会聆听这个福音，现在是你的回应，你有这个责任去回应。如果你拒绝了，拒绝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你要承担的。在十三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
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有些人呢，不管你做了什么，你有多经常会看到人死而复活或者被医治，当然是因为有神的权柄才可以有这些神迹。尽管他们看到了这些神迹，他们的心却没有被感动。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用看到这些去赶魔鬼或者医治，你看到一个看生命如何的被更新，生命如何的被祝福，你看到了，你的心却完全不动，这是会发生的吗？是一直不断在发生的，这是同样的问题。在36节，He who rejects you rejects me, and he who rejects me rejects him sent by me. That's it. Your part is. 在十六节呢，这里是说到呢，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非常不幸的，有人会弃绝，有平安之子，有会接受的。可是我们要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的，他们也要去学习如何的去面对这个抗拒，这个弃绝。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城去分享这个福音。在十七节这里我们看到，那这七十个人呢，他们得到了成功。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欢喜的是什么？他们经历了这个人的弃绝，也经历了这些鬼的这些反抗，可是他们却得到了成功。他们因为这个成功，欢欢喜喜。你看主耶稣基督与他们说的非常重要。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是他们如何成功，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你看，他们欢欢喜喜，他们不用害怕，因为他们会被照顾。他们会被供应，神的权柄会与他们同在。尽管是因为鬼去医治，他们都会得到成功。可是主耶稣基督叫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欢喜在我们有一点点的成功，我们非常欢喜。当然我们可以去欢喜，可是最大的这个喜乐，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撒旦被击败了，不是魔鬼被驱逐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到的，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就是最后最重要的。
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个人他真正的进入到了神的国。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切事情，我们看到有好的这些知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多少名被记录在天上，一个悔改得救，每一个在天上的人都因此欢呼欢喜。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记在脑海里。神国近了，这是一个邀请，你可以进入，你要悔改，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恩典，他的美善，而不是你自己所做的好事善事。这里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意象，这个庄稼是你自己要看到的，去感受的，直到有这个工作是需要去完成的。因为最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有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这个喜乐才是极大的喜乐。那我们也要花一些时间去看被记录在天上的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翻到启示录。启示录呢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一本书是让你看到天国的这个意象，其他的没有，只有 这一本书在启示录。所以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书去了解的，很多东西都看到在这个世上的，从新约到旧约，可是只有一本书就是说到天国的，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章，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是什么意思？Okay. Why is that? Jesus said, rejoice that name written in heaven. Now take a look and read this and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why. 我们看 in Revelation 20, 在启示录二十章 20 verse 11. All right.我又看见那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这里当然就是神。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这里呢说到无论大小，是说呢不管你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人，在神的面前你都是义，你们都是同等的。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对，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本的案卷，因为他们所做你所做的都写在上面。我们有一天都会站在神的宝座前，案卷展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我们想象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每个困苦就会结束了，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以为这是对的。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第二次的死，这就是为什么这是非常疼痛的。当你看到这些死的人，他们还是会站在神的宝座前去进行这个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所做的工作不会让你进入神的国，不管你做了多少，你会得到审判。是你的名字是否有写在这个生命册上？你的名字是否有在生命册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不要去因为别的事情，你也许成功了，你也许驱赶了魔鬼，你只是赢了一场战争，你还有很多的仗要去打，你还有很多的生命要去拯救。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字是否有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不是你的工作让你进入这个神的国，而是你的名字。我们再看到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了生命册。那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个说到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了这一个这个牺牲。然后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为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不需要日月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羊羔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必那行可恶以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这里 提两次了，就是这个生命册。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他们不需要惧怕黑暗，他们在神的光里行走。他们不用害怕他们会被丢进火湖里，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欢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要被挑战，你要去举目观看，去看这个庄稼，举目观看，去看这个庄稼，去祷告，祷告神呢会差遣更多的工人来到这个庄稼。这里你要去传这个福音，说到呢神的国近了。当他们还可以聆听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去传这个福音，让他们去做出回应。神充满恩典，充满慈爱的，会把他们的名字呢写在这个生命册上。如果有一天你问我，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喜。这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这个时间去专注在神的国，去与别人分享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国。他们也可以进入到神的国，是非常近的，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在神的宝座前，不管大还是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在他的面前，有些名字会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让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检查我们的救恩，帮助我们不把我们的救恩当成理所当然。我们的名呢，不是自然而然的会被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帮助我们去检查，去审查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去审查我们是否是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最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求你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庄稼，让我们有这个紧急感，去知道我们要祷告，去求神呢差遣更多的工人去收割。很多人还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去聆听福音，我们求你，求你差遣更多的工人，而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去祷告，也去找到这个力量，这个勇气，去与他人分享神的国是近了。那些年老的，那些年轻的，我们也求你可以呢祝福我们的教会，然后呢让我们呢可以有很多的名字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记录在天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们。我要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那些比较迟来的，刚才想与你们说，我们耶稣受难日呢，我们星期五呢会有一个敬拜，是早上，是一个公共假期，十点我们会有这个敬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我们要去祷告，不要去上胆。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去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去庆祝，但有意义的，带着喜乐的心去看你的神，你的名字是否有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去每一天都感到欢喜。我们也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也求神呢可以
祝福我们这个耶稣受难日还有复活节的这个节庆。我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